朋友们，欢迎收看华尔街大师，我是范英华。今天加权指数再度的往下跌，而且今天又跌了百点以上，收在8947点。好，量的部分呢有754亿，但大家好奇的是说，这个季线位置竟然已经被跌破了。那么在大盘的后续行情呢，还会继续再往下走吗？好，很关心这个问题，我们赶快邀请到是华信投顾的曾分析师张大文。大文哥你好。易华好，三立投资朋友大家好。好，大勇哥，之前精准掌握，对不对？说这个加权指数看起来好像不太对了，结果一路往下，今天第三天第三根的黑 K 棒。但指数的部分呢，后续怎么看？还会继续再往下修正吗？好，易华问到很重要的重点啊，讲白了，台股要跌到哪里？好，我想言归正传，上礼拜所有全国三立投资朋友，所以张老师节目，你每天一定一定一定要认真听啊。做笔记啊！上礼拜9月7号，当天台股收盘9258，创今年的新高。当天我们呼吁全国投资朋友，空军召集令，大卖空。九月跟着我张大文，全力向下赚大的。我想今年台股跌到哪，大家心里有数，啊，我们也不要在做错的投资人伤口上撒盐吧，啊，那这个地方我们一再强调，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拥有大户筹码，全国投资朋友，啊，很多投资人买一些软体回家，很简单嘛，很多软体技术指标套用技术指标。所以技术指标它的毛病就是这样，指数创新高，易华你晓得吗？指数创新高，所有的技术指标会怎样？通通强多嘛，很简单嘛。有哪个技术指标指数创新高？哎，告诉你指标转空，不可能，因为所有的今天技术指标，不论 K D M A C D R S I 都是套用指数这个移动平均来修改的嘛。所以指数创新高，所有技术指标通通转多，通通强多。所以这一波8月份，当时8月份攻到9200，所有卖软体的老师通通跟你预告：心态多，心态强多，全力做多，还要轧空，就这么简单吗？那上礼拜9月7号又来了。上礼拜九月七号当天收盘9259，所有卖技术指标老师又在告诉你：心态多，心态强多，还要轧空，还要大涨，全力做多，千万不能放空。那你告诉我，这样你会赚钱吗？啊，9200、9250，告诉你心态强多，心态多，全力多，多多多。今天跌到8800了，心态又转空了，全力空。易华，这样能赚钱吗？啊，来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一再强调，你为什么要有大户筹码？全国三立投资本，麻烦你帮张老师做见证。8月份攻到9200，当时全市场告诉你心态多，心态强多，还要9500，还要万点。当时全中华民国只有大户筹码公开呼吁，大户筹码波段转空啊！来，导播，什么是波段转空啊？这一波从7900波段转多，一路多，这才是多多多啊！波段大涨了1200点，来到8月份9200，来导播麻烦拉近，拉近，再拉近，再拉近，这个很重要。当时9200出现一个什么向下空讯，这才是你要的操盘工具嘛？不是大涨了告诉你心态多，心态强多，那你这样能赚钱吗？9200叫你拼命做多。今天杀了8800、8900的，叫你拼命空，这种软体买回家有用吗？所以8月份正当全市场坦白讲迷失方向了，当时9200全市场已经上看9500万点了，对吧？每个投资人都心花怒放，但当时大户筹码公开预告，大户筹码9200波段转空，当时带着全国投资人，对不对？先全力的向下做一个避险放空的动作，结果杀到多少？8853，投资人，第一趟9200带你打空，送你300多点了。好，那第一趟打下来的时候，我们讲得很清楚哦。第一趟杀下来，我们讲过，回撤到这个地方刚好是
下降支撑以及颈线的支撑，这个地方是8850。那整个多头的结构还没有转空之前，我们说第一趟下杀8850会进行一个什么颈线支撑的所谓的右肩双头的反弹，会进行一个双头的结构。所以第一趟9200、8月份，请你向下避险，向下放空。第一趟先帮你掌握到这300点的行情，但是跌到8850，我们斩钉截铁，这里会有反弹，会有反弹，因为整个多头结构还没有这个转空。再来再讲白一点，易华，我考考你，为什么会有反弹？哎，我问的都是专业的问题哦。嗯。为什么会有反弹？为什么第一趟8850，我们说那里不会破，会有反弹？嗯，晓得吗？前低吗？答得出来吗？哎，一会儿讲的蛮不错的。第一，他答对了，这是刚好什么？前坡的起涨点，8850。嗯。啊，但是再讲白一点，讲实在一点，为什么会有一个反弹？考考大家，前低从专业的理论是对的，但为什么前低会反弹呢？前低有时候不见得要反弹。但当时为什么要反弹？前低为什么要做一个反弹？易华能不能答出来？啊？右肩吗？哎，这也是结构上都对了。易华学的蛮多的。好，那为什么会有右肩呢？我再问。嗯，这才实在啊。为什么一定要有右肩呢？答不答出来？好，我公布答案好了。嗯，因为大户还没出货，出货还没出完嘛。哦。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右肩？为什么会有 M 头？他货还没出完嘛，嗯，他今年以来买了这么多几千亿了，你就要直接下去要他的命啊。所以我说这里会做一个反弹，货还没出完。好，那怎么样才能把货出完呢？很简单，怎么样？上礼拜就是个标准的利用市场极度的兴奋创造指数的新高，有没有？上礼拜是不是大拉台积电大涨5块？嗯，指数是创新高。哎，当天我很多投资人，我很多清代的会员，真的当天我快俩拱了，都打电话来，张老师啊，我的营业员讲9200突破了，9200突破这个行情上看9800。我想当天全市场都是这种气氛，哎，9200突破了，这就是我一再强调，这就是制造右肩。所以当天拉台一电，我们讲当天拉台一电，但是当天拉台一电，我们强调很清楚，当天拉台一电，但是多头指数创新高，但是出现了严重的败笔，记得吗？为什么？当天我说，台一电，中华民国股市不是只有台一电的，当天台一电创新高，大涨5块，当天我讲了，大涨5块，结果指数8月份9200混了一个月，当天高点9250，这像话吗？一环懂我的意思吗？台电涨5块，指数不是说只过50点呢，你好歹9300、9400了嘛，这才是多头的结构嘛。所以第一，结构不正常，当天要不是台积电的话，9200根本站不上嘛，懂吗？第二，当天我说联发科260出现标准的转空讯号，联发科、台达电、超重，有没有？上礼拜我讲了，这都是绩优股哦。所以当天台积电一枝独秀创新高，但是联发科260、台达电、超重，这都是今年业绩相当好的公司，全部出现了转空讯号。再来第二，我说当天外资在偷偷的买什么？易华晓得吗 ？T50 反一呀、啊！所以我说你不要傻傻搞不清楚啊！你的老师上礼拜来到9259，哇，又在那边狂欢了，又告诉你上看9500万点了。很抱歉，当天我跟投资人讲，来到9258，大户筹码再度转空，来就在这里，当天我们的大户筹码，啊，所以我讲我们给你的是操盘工具嘛，我讲我们有明确的讯号，明确的方向，绝不造假。当天公开，我们甚至欢迎全国投资人盘中来到公司亲身见证。当天我们的大户筹码来导播。拉近点，9258出现了转空讯号嘛？来看一下我们的 APP 啊，这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。当天我特别讲，一个王先生才刚参加我们没两天，对不对？当天我们的软体他拿到吓到了，见到鬼了，为什么？有没有看一下？
从9000是不是一路长红，一路翻多，一路多、哦、大涨了300多点。来，一环我们看到当天什么9258，空哎、欸。所以当天一个王先生说，张老师你们搞错啊，你这什么软体啊，大涨创新高，你9258居然是空讯。他以为见到鬼了。我说中元节已经过了，没那么多鬼啊。当年9258空就是告诉你大户在干什么，对不对？大户出货嘛。所以当天我们跟大家报告嘛，从整个大盘的结构，从联发科、台达电转空，对不对？拉台积电制造市场的兴奋，对不对？我说这是大户筹码9258空，所以说全国投资人赶快跟着我们9258附近全力放空。我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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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告，特别叮咛，这一波的下杀，这就回答到刚刚易华讲的话，说会跌到哪，跌完没有。我上礼拜请大家9258放空，我跟大家讲这次向下就不是300点哦，第一次8850颈线支撑会有反弹，但是一旦大户出货结束之后，那上礼拜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外资开始买 T50 反一，懂不懂？已经开始进行避险的动作，表示他们该做的该卖的都卖了，懂不懂？所以我们说这次下杀前坡的颈线怎么样，两个字，必破。答案清楚。所以今天看张老师节目是一个明确的方向，明确的答案，给你明确的方向，明确的操纵的讯号，你才能赚钱嘛。不是每天涨了告诉你心态多心态强多，跌了告诉你心态转空，那你要这样软体干什么呢？对吧？涨了就告诉你多多多，而跌了开始告诉你空空空。上礼拜我们已经强调，再三再三强调，这一次下杀不是300点哦，啊，这次下杀前坡颈线前坡低点怎么样？易华，必破。为什么？大户出货完了。出货完了呢，上礼拜的靠台积电拉台已经出货动作已经告一段落，那你一旦让大户跑掉，那这个盘我告诉你接下来是很悲惨的了。所以上礼拜我们特别特别特别礼拜三，上礼拜9月7号，对不对？全市场在兴奋，没有错，我知道你们很兴奋，但当天我带着全国投资人空军召集令，我们请全国投资人手中持股全力卖光，甚至全面向下放空，全面向下放空啊，期货现货全部向下放空，因为我们9月要向下探短。那这一次就不是像上次300点喽，这下去很多啊，所以上礼拜趁大涨，为什么积极有把握？所以我说这个地方你为什么要拥有大户筹码？今天你没有大户筹码。8月份9200，你敢空吗？你敢空吗？你赚得到这300点吗？今天你没有大户筹码，你不了解大户筹码结构，你没有大户筹码操盘工具，上礼拜9258，你敢空吗？你敢空吗？兄弟们，告诉你，预告向下，这次是赚大的。今天您多少？啊？哎，有没有看到我上礼拜斩钉截铁？我这次下杀颈线是守不住的哦，颈线是在8800多点哦。那上礼拜我讲的时候还在9200、9100哦，今天已经8800让你看到了哦。恭喜大家啊，真的，天上没有掉下来午餐呐，你们亲眼看到，成功得来不易的。你上礼拜没有大户筹码，你敢进场放空吗？啊，你懂得向下赚大的吗？你懂得下杀颈线会破吗？啊，这都是很重要的答案啊。啊，好，那一再强调，你真的要有大户筹码啊。那大户筹码8月份9200带了全国投资人第一趟波段转空300点，8850我说第一次会有支撑。第一次会有反弹，但反弹刚才易华也讲得很好，所谓的右肩，所谓的 M 头，对吧？都对。那不管是右肩，不管 M 头，其实它的原理就是大户怎么样，要做最后一次什么出货的动作嘛。就听张老师节目，你可以学到很多、哦。
我没收你钱哦，对不对？我把真正操作的理论基础，真的我没有拿你分文哦，我都传授给你们。好，那我说这次拉抬是再一次的出货，所以上礼拜拉台一电，对不对？但是当天联发科转空，台达电转空，超重转空，我说多头严重的败笔，甚至外资上礼拜偷偷跑去买 T50 反应，我那有什么好客气的，对不对？大户拉高出货的手脚都十分的清楚，所以全力向下放空，赚大的。哦，那大户筹码9258就是空，就是标标准准的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欢迎全国投资人盘中来公司亲身见证我们的操盘工具。哦，那上礼拜甚至当天9月7号还跟大家讲夕阳无限好啊，创新高很美啊，但只是怎么样近黄昏啊。我们特别特别叮咛美股升息啊，从2009整个 QE 的游戏已经进入了什么尾声啊。一华，什么叫尾声？有没有看过电影？当然看过啊，看完电影最后出来一个什么 The End， The End 出来要干什么？拍拍屁股要走人啊， right？ 进入尾声。所以把握大户转空，全力向下放空，期货现货全面跟着我们向下放空操作。哦，所以上礼拜送给大家9258全力空，空军召集令，大卖空计划，9月份跟着我们到底来探短，这次是大的哦。哈、哦、哈，今天才9月12号，9月还没过一半哦，已经怎样，快400点喽，蛮大的哦，还不够啊！你不要以为300多点张老师就满足喽，对不对？第一次我是那上礼拜讲了，外资已经连续大买 T50 反应喽，对不对？那甚至连道琼在18600点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强调很清楚。当时我们电视上特别跟大家报告，当时全市场是吧？哎，耶伦啊，又说要不要升息啊？我说不管要不要升息，美国的大户已经讲话了，讲什么话？一华，这是什么 ？M 头了、啊。美国大户已经，我不鸟你耶伦讲东讲西了，我已经进行标准的双峰出货结构了嘛。那我想前两个礼拜大家很清楚啊，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啊。Apple 的 CEO Cook 在干什么？一华知道吧？大卖苹果的股票，当时 iPhone 7还没出来哦，这答案都出来了嘛？美国大户都在空了，所以当时我们讲很清楚，预告连美国大户都在空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年底不管九月要不要升息，年底之前必然要做升息的动作。为什么？再不升息，哎，一华，你知道当年38年国民党怎么搞到台湾来的？通货膨胀乱发钞票嘛，面包早上1000块，下午变10000，明天变10000，现在美国就是面临这个问题嘛，所以Fed势必要紧缩政策，所以我说这是全国国际性的股灾要开始了。哎，我在讲的时候美国还没跌啊，上礼拜美国已经开始重挫300-400点啊，美国明天1800必破，为什么？连道琼期货现在都已经跌了100多点了嘛，1800还守得住啊？整个空头结构，所以不光台湾，美国，对不对？台湾是比较慢的、啊，台湾的 M 头是这上礼拜才做出来的，那美国人家 M 头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做好了，你懂吗？所以台湾是跟着人家屁股跑，所以上礼拜拉高，美国早就 M 头，所以上礼拜拉高赶快空嘛，好吧？那这次我强调很清楚啊。第一次9200八月带你空，我说8850有支撑会反弹，这就是所谓的右肩 M 头大户要出货。那这一次大户出货动作已经相当的明确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次下杀你不要再指望8850有支撑了、啊，大户都跑了，你还谁给你支撑啊？所以这一次一旦8850跌破，好不好？这次8850听清楚啊，第一次8850有支撑，那这一次下杀你不要指望8850有支撑哦。当然短线跌升我不排除跌升的反弹，但听清楚，这次我们的空单全部以逸待劳。为什么？市场会力量会让我们持续往下嘛。啊，所以这次台股已经，一般散户投资朋友，你八月份已经惨套一次了，那这一次弹上来再惨套一次，懂不懂？已经连环套了啊。所以这一次台股只要仅限8850，一旦跌破，一华，台股将怎样？正式转空，
那正式转攻，整个结构你就不要期待有任何支撑了、哦，哦，这样是一个大空头的结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说这次我们是赚大的，这300多点我可以跟你讲，这只是我们的开胃菜啊，后面还有大的、哦，还有大的、哦，所以大户筹码加空点，你错过这一次9258上礼拜的空点，下一次的空点，本周的空点，你千万不要再错过了，好不好？高铁不等人的啦！啊，我上礼拜9250叫你空，你说哎呀，张老师，我再看看，哎，两三天300多点没有了，懂吧？现在你再空9200，你想都不要想了，9000也没有了，连9000都没有了，你懂吗？好不好？所以本周的加空点，你千万不要 miss 掉。那股票我已经强调大波段的操作，大户筹码空，一切反弹空，对不对？从上礼拜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美股升息进入最后的尾声，把握大户转空的股票，跟着我大波段的操作。这次大盘股票都是大波段的向下，才刚刚跌。我说星象错过300多块的转空，对不对？上礼拜跟大家报告联发科，全国投资人。短短几天啊，260，今天230几了。那今天联发科230几什么意思？一华懂吗？所有前两个月240以上买的人，今天通通怎么了？一华怎样？套牢了。通通套牢了嘛，没有人会救你的啦。该怎么做？套牢，赶快来找张老师，好不好？那台达电从170多块转空，万里长空，大波段向下，今天160都破了，对不对？再来警告你操纵。190转空，今天160都破了，好不好？再来美绿120多块转空，今天110都破了，这会逐步逐步的向下阶梯的破底，好不好？那这档双峰转空，对不对？属于中价位的，今天也才刚刚转空，三开头三结尾的，好不好？那手中的持股到底多还是空？现在90%以上股票都是空了，好不好？务必赶快 find out， 赶快来找张老师。空军召集令，大卖空计划，我们持续向下赚大的，好不好？那这一次下杀颈线都要破哦，所以今天好不好？好的把握，下一个大户转折，赶快跟我们联系。好，大家还有更多的分析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专业让华信投顾总能发掘潜力投资。20多年来，华信致力于更高的目标、更深远的眼光，为客户发掘更优质的投资机会。致富专线02-2392-3988，2392-3988。胃痛、腋痛、酸、巴肚痛，爱食正气胃药，紧食紧快活。正气胃药是纯中药的，较纯啦。五等五位，一兼两个，正气为友。出发！你和朋友约好一起骑车环岛，来驾车了。说是要送给自己的毕业礼物。哎，你们快点！可是，妈妈在家等你好久，等不到你回来。妈妈什么都不要，只想要你安全回家。血清素是人体最重要的快乐因子，香蕉的植物血清素最高，一颗胶囊等于13根香蕉。帮助入眠，快乐满点，快搜寻乐活香蕉。入主奥迪 A3 S Line 特仕版，即刻升级 S Line 外观套件与双前座电动椅，再享分期零利率。进化科技，定义未来。惊中风，血爱通，血路未通，就是血路血库。红旗血爱通，甲你清血油，通血路，稳定血压。好，咱健康万事通，红旗会爱通。华信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华信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专业、诚信、负责，致富专线02-2392-3988。
目睭酸、流目油、看不清、看不明，红景明目丸效果好，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。顺中药，红景明目丸上有效。欢迎华尔街大师。在大盘的部分呢，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掌握，大王哥？好，恭喜所有三类投资者啊！九月七号上礼拜上攻9259，我们跟大家报告很清楚，夕阳无限好，近黄昏的，好不好？Q1 进入尾声，把握大幅转空，跟着我们同期货现货全面同步向下放空。那这次跌我们讲过，不仅赚大的，而且颈线必破啊，就是空军召集令，九月探短，今天已经让你看到8800多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一切的反弹都是空啊，联发科260转空，今天230几了，对不对？台达电从170多块转空，今天已经150几了啊，10张就20万了，对不对？超重从190转空，已经跌了30块了哦。好不好？还没跌完，把握向下的操作。美绿120多，今天110刚刚破，好不好？那这档股票双峰转空，三开头三结尾的，属于中价位的，好好的把握，好不好？这都是大空头结构、大波段向下操作的哦。那当然了，这个过几天中秋节了嘛，好不好？那很开心，上礼拜跟着我们全力向下做避险放空操作，我想这个中秋节你已经是市场最大的赢家了。指数就快要400点的行情了，好吧？那接着中秋节前怎么布局？中秋节后怎么样继续一个往下的操作？好吧？那今天中秋特别版啊，那下一个大户筹码的关键转折，你第一时间我们要带着你一起同步上车，一起成为中秋节后最大的赢家。那大资金部位的，我们更呼吁你赶快跟我们做联系，让我们亲自帮你量身规划，好不好？那不管，祝大家中秋节愉快，继续跟我们探大金。